为什么？四号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四号，你怎么不讲话？你在干嘛？四号，紧急集合！紧急集合！我们中间出了内鬼。我一直在修设备，不是我干的。我一直在一号后面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我是好人呐、啊，我一直在做任务。不过我看六号又从这里路过。啊，不是我，大家都在此场，只有四号人啊？难道四号你怎么不讲话？不说话，先走出去吧。好了。关键时刻吃瓜就是凉得快。被火力压制了，四号，不报告敌人位置。四号已经穿过去了，问问他敌人在哪儿。兄弟，能看到敌方的位置吗？等你把字打完，战斗早已玩完。神灵战场第一要领，快速找到我们的坦克。四号，收到，请回复。我去，怎么又是这个闷葫芦？几把完蛋了！而且是要开口了。怎么会有坦克的声音？不对，官方语音用得好，全队便当领得早。妈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欢迎。每一句简单的话语都可能意义非凡。开麦上阵，和朋友一起赢个痛快。